大家好，我们是蝙蝠变身记之黄金蝙蝠生态馆专题制作团队。我们的家在蝙蝠馆附近，我们都知道有一间全台唯一的黄金蝙蝠生态馆，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，也很少人知道黄金蝙蝠。所以我们想为蝙蝠馆多做一些事情，让更多人知道它。另外，在研究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张馆长放弃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，转而投入对蝙蝠生态的研究，这一股热忱深深地让我们感到钦佩不已。所以，我们想要结合在校所学的课程制作专题，来推广黄金蝙蝠生态馆。我们想为蝙蝠馆尽一份小小的心力，帮他们设计一款 APP， 利用 APP 里的彩绘蝙蝠小游戏、AR 扩增实境，再结合 Q 版贴图与 3D 模型等文创设计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吸引更多人潮前往蝙蝠馆，并呼吁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，尤其是学童。我们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爱蝙蝠、爱生态的种子，让他们从小就开始爱地球。馆长跟小朋友实际体验的过程，看得出来馆长很专注地投入我们的作品。他在和我们对话中也很肯定我们的努力，也愿意将我们的 APP 和贴图使用在馆内。而在小朋友体验我们作品的过程中，小朋友都非常有兴趣，也充满着喜悦的表情。很显然的，我们的作品也很受小朋友的青睐。我们想借由 APP 里的彩绘蝙蝠小游戏、AR 扩增实境，再结合 Q 版贴图与 3D 蝙蝠模型等文创设计，带给人们更多的趣味性，吸引更多人的注意，提高大众前往蝙蝠馆的意愿，进而推广在地观光旅游。去蝙蝠馆的游客一旦变多，馆方就能大力提倡保育蝙蝠的概念，尤其针对学童，因为保育动物应该从小开始扎根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心中的种子才会萌芽，小朋友自然而然就会养成爱地球的观念。